这是彪哥最后的机会了，我们一定要帮他渡过难关。嗯，明白。A 计划失败，执行 B 计划。你以为气球是用来作弊的吗？太天真了，他只是个诱饵。可恶啊，难道真的不行了吗？哎呀，彪哥这是准备放弃了吗？我明白了，他是要催眠自己，让自己回到昨天复习的场景，然后将答案抄下来。这彪子是真彪啊。糟了，彪哥昨天根本没复习啊。